到韩国喽 ！Hello， 嗨，小咪 ，Peace， 就是邀请到来参加这边的时装周。那我这次带了咪咪、草咪，还有我老公一起来我的这个庆商店。其实你最上一次来是我认识你，几年前呢？玩家上次跟老公一起来喜酒，都忘了，很期待耶，我要去吃我的 tteokbokki kimchi jjigae。 这个是小小的客厅，很 chill 啊的客厅，非常的可爱。然后还有一个，对啊，如果下雪的话，感觉还有那个圣诞树。然后这个是第一间房间，它的床是这样子的，非常的特别。我们一大早，这里现在是10点，还没有开，只有面包店。哇，睡醒了，终于现在是晚餐时间，来到了这个宏大，很多很多食物，很多很多衣服，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地方。我们在飞机上没有什么睡，所以就一直睡到现在。哇，太阳很美耶，是哪种？逛街 time， 来看一下。哇，整个欧巴就出来哟。欧巴出来了。这间是我最爱的面膜店，也不是面膜啦，其实还有卖很多东西。看一下。这个超好用的，它的鸡蛋系列又超便宜。哦 ，Marshmallow Ice Cream。嘻嘻，回到主店了，然后我现在卸妆前，我就想要开箱一下我刚才买的一些 shop 的一些东西。我刚就去 Hongdae 啦， Hongdae 就是一个 street， 卖了很多衣服啊，这边的 local brand 全部东西。然后呢，我开箱我最喜欢的，没有最喜欢，就是 one of my favorite brand， 这个 Too Cool for School。 这个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来过韩国，我就一直很喜欢这个 brand， 然后我那时候买这它的这个鸡蛋面膜是他们最出名的，那时候是一支，然后它是喷出来是 mousse， 是 mask 来的，它只需要敷一个5到10分钟，然后脸就很发亮。它还是有这些 mask， 这些 mask 是我一直有回购的。这个是 hydrating， 然后这个青色是 cinnamon， 我很想 try， 这个是卡米，因为我脸每次敏感。然后这是 permin， 这个也是超好用。这个是它的那种，你知道涂我们的头发啊，我这些比较凸的地方就可以涂。头发的粉底这样子拍拍拍，他讲这个是他们的 best seller 啦，我来 try 哦。现在涂这个就是该我去那边 try 的，
那种，这个是亮橙色，色号是02，它的卸妆了咯。这个是 Lip and Eye 眼镜盘，这个是他们的三个，这个我是想穿 Peach， 我完全是被它的那个拼色很美吸引，这是完美的这个卧蚕笔，它也是 One of the best。很显色哎，它这些就很明显的看不出来，这也是掉色。OK， 我要去洗洗睡了。OK， 我来到了这个韩国的化妆师，很期待他等下给我化的妆是韩妆。안녕。这化妆师是帮 BTS 化妆，他签名。谢谢我的化妆师，赞赞的。然后现在要我去换个衣服，就赶去新加坡。超好喜欢他们的妆和细节。Okay, 我就是来这里洗头。哎 ，Hello， 老公。Okay, 我现在洗好头了。韩国这个大妈洗头呢，非常的粗暴，她就改给我，她讲也不会录 video，
它就是果酱抓抓抓抓抓抓，超级超级快就洗好。虽然小叶吃菜还绿卷，我们全部吃绿卷，小味，很好吃。Day three， 是 day three 哦，很快了。Day three， 然后我先装饭了，然后笔记本晒得更好了。现在呢就要去第二场那个 fashion show 的 fitting， 就我们会过去，然后。在我努力去吃那个 egg drop， 今天呢我都没吃到，特地起了个大早，好可爱呀、啊！Avocado 维克汉，然后我现在要赶着去那个第二场的时装周，然后现在就是要去化妆，我的位去化妆，然后化完妆我就直接出发去时装周了。到了我化妆的地方，叫这个艾丽奇。Thank you.
来这个小红书爆红的蜜糖酒，是要排队啊，好多人。天气很美，恐凤是有。天啊，这个打卡地大排长龙，先进去，因为我们要坐外面，就不用排队。这个是草莓酱。这里出名啊，它是 cheese 来的 ，cheese garlic 这样的，然后这个包装还蛮好吃的，这个 blueberry 还有 strawberry， 老公也讲好吃，哇，这很特别哦，因为平时 garlic 是需要带咸，这里出名有这个。哇，Oh my god！ 我们来到 Tambourine， 这个靠近我们街的 Cafe Onion， 我的来找我的韩国妮，然后还带我去吃东西。然后我们现在是进去一个卡巴哦，他是要坐 lift， 坐 lift。哎呦，看到紧张很窄罢了。我们现在要出卡巴了，然后去吃晚餐。就叫都是吧，都是吧。Korean, cheers. Cheers. Wow, you say so far. B? C4 这个是鲍鱼粥，Oh my god, we are so full. And then Oni still order. Too much food. 1, 2, 3, 4, 5, 6, 7. Oh my god.我们来这个拍照，拍照，大头贴。哇，我们又来吃民宿了，这个超大一个豪华民宿，豪华民宿又很贵又很好吃，豪华民宿。在干嘛？几点了？半夜3:30。
Airbnb 就是这样吗？嘿嘿，来到我最爱的广场市场，就是我每一次来韩国都会来的，今天超多人，今天是星期六，然后排长龙排到呜，这面包超好吃，超级好吃，这个一斤要。回来吃我上次吃到超好吃的这个汤面，超级好吃。哎呦，我心心念念、心心念念的这辣椒面，还有这是刀削面。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我发现这里的人哦，他叫你来吃的时候，他们会很热情。你一吃啊就没有屌你了。你一坐下来吃哦，他们脸就是180度转变了，那就很严肃，或者是可以讲有点冲。来到这个地方看日落，这个地方很多年轻人来，还是很多游客来，这样子啪啪啪啪啪上去。等到了日落，然后我们叫了，因为还有最低消费，所以我们四个人就叫了3份食物。来到这个迪奥的泡泡，超级美，我们眼睛看是很震撼的 ，right？ 然后我现在整理一下我的头发。眼睛看很震撼哦，是。呀，很好看嘞。嗯，对，这里一定要来，要来打卡，在首尔的迪奥泡泡。晚餐时间，来吃这个千颂伊代言的 B P S。Let's go. 然后就是这家在红地的，它叫 Van Sale， 卖衣服的美，还有楼上，还有楼下。Best， 我买了很多。宵夜摊，找到这边也是很火的土豆排骨摊，看，就是这个很出名的，看一下有没有这样好吃些。传说中的土豆排骨摊。我们点了这个超好吃，它的 signature 嘛那个。拜拜 ，Goodbye to Korea。